我嘅全部俾我，嘅全教会俾我，顺势发财，让我感动啊！老板讲我几杯很高，都全部在楼中前天的一杯共有限，都一那么的，都全部有风光红了状况，那个不错的。你都只透过八杯我，透过六杯我，透过九杯我，我走，发财我讲，八千多杯。都准备有个厂，我个当工人，那边得给五个火工，我飞到高塔床底里，那都只是给老人们拿这里路边，啊，你晓得人多，他们去火工我都没事。